好好好享用吧。嗯，开始，加油。哇，哦，哎，通常旁边不是都有水呀、或者是什么东西，他们都不用。哦，有有，他们都藏在下面，都藏在下面，各自都有自己喜欢的饮料啊，他们就会做自己的搭配。有的人喜欢喝水啊，有的人喜欢喝奶茶啊。啊，有没有人带威士忌来？倒是没有，还没有遇过，还没有遇过哦。旁边不要有压力哦，放心啊，我挺你啊。边吃边笑。他们的吃相还蛮好看的。对啊，没有那种叭叭叭叭。慢慢有品尝的这个美食，然后又可以比赛，这个还不错哎，不错啊。而且他们就有各自的节奏，还有他们自己在吃食物的世界。嗯，正在enjoy当中。对。好。好。时间已经来到了2分12秒。嗯。哇，2分多吃的第一半了。嗯。他把第一层肉先吃掉了。对，现在第二份了。第二份了，要迈向第二份。要到 B 栋了。哎，要到 B 栋，对对对。哎呦。哎，其实速度没有差多少，差不多。现在小慧也是剩没有多少，就要到第二栋。加油！哎呦，少阿妹也是哦，哎呦，阿妹啊，少豆哥吹出来啊！阿妹啊，连阿胜哦，对你就期待啦，我期待啦，你都唔拿回希望呢哈？啊，不过你唔贪阿爹啦，欢喜食物件，对啦对啦，嘿啦，啊我嘛袂好，阿辉啊吼有压力啦。哎，你小慧，你不用给他压力，他自己会给自己，他现在已经来到第二个了。真的哦，对，他来到第二个。吃嘞吃嘞吃嘞，好。那我现在过去看一下阿妹那边。好好，你看一下阿妹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在这边不是给你压力，我是给你鼓励。好。阿妹阿妹，及时搬家装。对，有你爱的可可，还有奶茶。对。哇，什么？有拼呢。小慧已经把最后一块拿起来了。有拼哦。那阿妹没关系，那个第二层楼的。第一块先吃，慢慢吃。好，我这就不打扰你了，你慢慢享用。我来看一下这两边。哇，你在他旁边，他会有压力啦。不是，小辉，小辉已经，哇，他们两个的战况差不多，差不多，现在5分15秒。嗯，他们即将把 B 栋快吃完。对对对对。不相上下哦，两个真的是吃干净之后，虽然他们都已经可以见到字，但是要吃干净之后。才能大声的喊出你们的盘子底下的是什么字？所以你们的字听起来是好听的吗？一个字吗？一个字，一个好听的，好听的，而且跟节目有关系的，不是骂人的字。对，哇，哇，哇，小慧，小慧，你，小慧，你看到盘底的字是什么？你真的没有让我失望哎，小慧你。是，恭喜小慧，给镜头看一下，恭喜小慧，哇，他在5分50秒的时候把这两层楼吃掉，哇天哪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，太惊人。